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帕尔东牛杂瓜，今天吃啥子？问下我婆娘，吃啥子？今天吃这个，来点菜子。走，弄起。这个润两斤，我们拿来炒起。炒啥子？这个可能弄久不能吃了。我们炒这个。浇头儿。浇头儿。这个星星可以拿来凉拌的。那我们把星星留起来不嘛？不要，我是土豪。嘿嘿。我干干净净才好吃。也用你刮了洗嘛弄久。锅烧蛋，烫下皮。皮烫好了，把这个刮干净。清洗干净，拿来煮起。虾肉、老姜、要点肉。肉煮好了切起。现在准备配料，泡姜。泡海椒，大蒜，准备好了，开干。男女搭配，干活不得开整。锅加油，加入肥肉炒一下。我们熬干点，就没那油腻。捞起来，花椒、豆瓣、泡生姜、泡海椒、豆豉、虾肉、虾胶头捞去，来点盐巴、酱油、味精、蒜米、椰子，撒点点胶头炒肉，还可以。这个鱼我炸过也不容易。就是捏豆豉放进去蒸的。我捏豆豉的香，配瓶好菜配好酒。我也拿来喝酒。那干杯。来嘛，干杯。干的不好玩啊！你不好玩，我就不玩。我身材是结巴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结巴。同一个。没得这个好肉，你这炒的好吃。干巴子，你还没用心做菜。怎么就没心用心做菜？肉怎么切的不好？放心了。这个。不烤鸭子，这种不得好，不能安逸。这种烤鸭子能过去。哼哼哼哼，啥子嘛？你先。还是蛮好。还不错。吃吧，吃饱了。
头。嗯，你想吃嘛？娘也同你吃嘛。龙龟的肉。今天的饺子炒肉太解巴了，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也来哈，拜拜。